上午想是三到四种图形，然后以及大小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可能要试一下。这过渡色这体现出来后就会很好看了。其实这次创作的四件作品，它起源于北宋时期的一种装饰物，它叫一年锦。其实那时候的人们把一年四季的代表花朵组合在一起，然后表达一种欣欣向荣跟美好的一种状态。但是这次其实我们更加希望把一年四季的不同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一些花朵，以他们最原始或者最真实的样貌或者真实的状态去呈现，